嘿，大家好，我还行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。那最近呢，《水行侠》这部电影就要上映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喜欢 DC 的朋友，又有好片可以看了。那《水行侠》的好朋友是谁呢？当然就是我们的 The Flash。那这一场我们带的是闪电侠打野的一个实战解说。那么快速的带一下闪电侠的技能呢，跟大家讲一些，有可能你知道或是小小遗忘的东西。这边先到对方那这边来偷红。那闪电侠的这个被动呢，可以打出这个缓速的比较痛的一拳呢、啊。那再来呢，就是他这个护盾啊，是随着他的伤害哦，伤害越高哦，他的这个被动的这一拳打得越痛。来这边先抓一下中路的蓝，把技能全部转他身上，这夸克毫棒棒的，直接把对方也抓过来哦。那闪电侠的一技能呢，来回两段的伤害都是一样的、哦。那回城的时候呢，是会被对方就是回城或去的时候都是会被对方给控制的、哦。那他去的时候呢，这第一段呢，如果有打到敌方英雄的话，可以造成额外的伤害哦。所以呢，第一段打到是可以比较痛的。那再来就是他的技能呢，是一技能是可以用自己的技能去中断，比如说你一技能跑过去，然后突然按住二技能，那这样的话呢，你的跑的这个距离呢就会停下来。那再来是他二技能闪电之拳哦，那他的闪电之拳呢，在命中到敌方的时候，比如说野怪啊或是英雄都可以哦，那命中到敌方的时候呢，可以呢获得这个 40% 的跑速，对，是要打到人才有。那再来就是他的二技能的最后一段呢，伤害呢是有 double 的，所以呢他连续打出五下，如果最后一下你有打到的话，就等于是打了六下，大家记得一定要把最后一拳给打完。那在他的这个神速风暴啊开启的时候呢，闪电侠个人呢会降低跑速 50% 哦，持续两秒，这边赶快闪电风暴开起来，并且一个制裁带掉了这个这一条魔龙哦。那再来呢，就是闪电侠呢使用完技能之后呢，会把对方拖到这个中心，那这个伤害呢算是比较高一点的，但最主要的伤害呢还是会来自于二技能的伤害哦。那他的大招呢结束之后呢，是会减少敌方英雄会缓速敌方英雄 50%、并且持续一秒的。好，那这个我呢通常呢是会主点一技能啊，因为我觉得位移技能才是我最主要的输出的，也不是说输出手段啊，就是一技能你丢了出去你才有进场的空间嘛，才有进场的余地。所以一技能先点一技能可以加攻击，也可以减少 CD， 所以呢我个人会在前期比较偏向主点一技能，因为 CD 太久了，那到了后期呢你就可以点二技能。对，那我们最主要伤害呢的确还是来自于二技能，当然还有他这个神速力的这一拳哦，这一拳也是相当的痛啊，可以给予护盾又可以缓速对手，其实是蛮不错的。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次的出装吧。这边看到对方的阿杜恩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会战了、先猫个阿杜恩，那把阿杜恩猫到这个血量三分之一，那这再来猫他，那他想跑着，我马上跟上来，再一个闪电连续拳的把他的这个护盾打出来。那这边来看一下 slow motion， 对方直接三只靠怪，我吸了一只怪，那么夸克也跟着开吸呀、这边收掉了对方两只之后，来这边再来，本来想打人，发现完了完了，我先走一波。那还好对方的蓝伤害不高啊，不然我可能会直接嗝屁。刚刚那个预判呢就有点稍稍的不足啦。那出装的部分呢，我第一把呢是魔弓带刀嘛，那它也有这种元素之力的一个效果在。使用技能下一下普攻可以造成额外的物理伤害和魔法伤害。那鞋子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对手的状况而定，你可以出这个魔穿鞋增加自己前期的输出，因为闪电侠呢他个人在前期来讲输出并没有那么高。这边我们针对对方后排来打，对方的蓝直接加速，我马上再丢一个一技能拉回来。这边看到对方的奎伦呢想要尾随我，但我兜了一个圈之后他就跑掉了。好，那我之后带着是这个生命法杖，是因为我们走这打野路线的确续航力不太足够，所以呢先出生命法杖可以让我在吃野怪的同时续航力比较强一点。那再丢出皇冠，然后皇冠之后呢我们再丢一个恶魔的 V 效，
这边来看一下这一波，哎，抓到了这个井，马上一个神速力缓住了对方的塔拉之后，搭配我们队友再加上自己一个大招，成功的收掉对方两只角色。好，那这个恶魔的微笑之后，我们出一个穿透装哦，这时候伤害层面基本上已经来到了爆表，而且你的 CD 呢也减得够多了。那闪电侠令人诟病的就是他的这个 CD 啊是有一点久，并且前期的伤害没那么高。但在这个射手当道的一个时代啊，几乎每一场都会有射手。闪电侠这样的角色呢，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生存了，甚至是可以 counter 这个时代的一个产物啊，就是射手灵力的一个产物。那这边的话，我们赶快把红 buff 给拿掉。但是呢，比起法师位中路来讲，前期呢能够拥有比较多的清兵权力的法师啊，他的这个支援速度会比较快，比较能够帮队友达到一点优势。那相较于闪电侠来讲，要清兵的话就一定要贴近这个兵线哦，贴近兵线，那会被对方呢直接猫个不要不要的。所以闪电侠在前期真的很不好受啊，那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太会选择他的一个原因哦。那这次奥运有带的是荒武精灵跟电巫，看到一个井在这里，我直接猫过来，先猫了一下这个，哇，完了，我这波好像快嗝屁了，对方的奎伦来找我的出生点了，我就直接在这里被杀掉，那是有一点可惜，刚刚是有点冲啊，队友不在，那可以发现我们的上路呢，直接 boom 下卡拉卡，这是一个漂亮的有人在偷野的一个局势啊。那对方的阿杜恩呢，看样子是没有拿到我们的野怪，看到对方的人可能会马上跟过来支援，我就马上先拉掉。这时候呢，其实看起来是有一点小逆风的哦，小逆风，哇，太痛了吧，这个奎伦，我直接就想置我于死地啊，我赶快回来补个血。对方的奎伦现在呈现一个暴走状态啊，真的是有一点痛啊。那么来看一下这个奎伦，一定要稍微克制他一下，我们可以出个恶魔的微笑，他还是有一点点误防的。这样的话呢，对面对井呢还是奎伦，我就不容易一套的被秒掉。来这边看到这塔拉，这边稍微猫他一下，看到个井过来，我们再拉回来。那么一梗式的抓到对方的井，我等待一下一技能的 CD 啊。这时候看到奎伦在追我们的射手，我马上跟过来，大招直接搅起来收头。那寒冰制裁呢？这个东西配合闪电侠的大招，我觉得算是不错，因为它开启大招的同时呢，你是可以使用挑战者技能的，所以在开大招的同时可以用制裁去缓速别人，所以我也觉得这个制裁是不错的。但是重点是闪电侠打野毕竟还不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套路啊，并没有非常非常的强势。来这边看一下这一波，我稍微瞄准一下，这个位置看到吕布一个挑飞二技能大招直接转起来，搭配寒冰制裁缓一下，那身上是有红 buff 的，这个阿杜恩基本上呢是走不掉了，搭配我跟吕布持续的伤害，这阿杜恩还有护盾，但是护盾也不够挡啊，但我的伤害不对，我的血掉太快了吧，我在那边跟阿杜恩这样一打一这样打很久呢齁。那最主要是我们一技能啊，在打这种近战的时候不太会去使用到，对，所以大部分都是靠着普攻跟二技能呢，在这个近身搏斗的时候做使用啊。好，那这边的话呢，上路呢，因为兵线太多了，是对方的超级士兵直接开过来，完全不跟我们交流，赶快把上路兵线给整理一下，稍微的推出两波兵线之后，再去其他路打会比较顺手一点。那看到我们的队友呢，在这个中路那边做一个集结，我们这边把野怪快速的吃一吃，闪电侠到后期是你看，一个被动再加上一个二技能就可以快速的吃野，对，在前期来讲，闪电侠吃野速度比较慢一点，所以我们直接瞄准对方的后排，想说来抓对方后排，但他们也是蛮有自知之明的，看到一个塔拉，二技能稍微的 poke 一下，那这边再把这个蓝 buff 给吃掉，好，中路的兵线呢准备进去，现在对方只剩下两只在这里守活寡，应该是守不住。这边看到对方井被拉回来，我马上二技能打一下井之后，大招搅起来，把塔拉吸回来，再一个二技能稍微 poke 一下，这边拉掉，等待队友把这座防御塔给打爆。那对方的人呢？这个塔拉再来这里看一下，我们呢可以靠着二技能的伤害啊，然后打小兵把血量回起来。这边对方基本上是守不住啊，只剩一个塔拉、
那他也成功的被我们给秒掉。这边瑞克靠过来，我马上朝空气丢了一个二技能。那成功的这一部影片呢，我们就到此结束。如果喜欢片，点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。如果你要去看水行侠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要下部影片再见面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What if I go stronger? What if I get higher?